我知道要往这边走，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说这一条，不知道该说是河，还是小溪，还是小水沟的东西，叫做什么名字。那这个地方一直走下去，就到出海口了。那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到出海口，而是到彰滨工业区那边。那这边再往下面走下去，基本上它的住家树木就是会越来越少。那当然拿海边嘛，哈。那不过我们当然还是可以看到有海巡的部队在那边。有时候就是家里人开车经过他们安检所的时候，心里面都会觉得蛮亲切的，就看到橘色的字符。